老花医美最难，回答一下侧板门的氧化问题。因为很多侧板发过来一段文字，哎，只不过呢，不如看图片来的实在。这个画友说的一个主要内容呢，就是说温度有点冷，然后呢，他想要把花苞给剪掉，让它好好长。这个呢是可以，啊，也可以不剪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哈，你像植物这个哈，对于咱们人来说，咱们想要它干什么？你如果是想让它长得壮，那你完全可以剪。你要是想让它开花哈，你就让它开花呗。我长得瘦，不能说是什么都要，鱼与熊掌不可得兼。那有的话说冷怀疑你们，那就需要技术，对吧？你得提前加入一些底肥，这样的话，哎，花才能够说是顺利的去打开，是吧？以及这个温度的一个把控，好吧？现在您那个想法是对的，可以剪掉让它好好长，好吧？你比方说新长出来叶子皱皱巴巴长得不好，剪掉以后呢，记得施下肥，让它再长出来的别再这个样子了，好吧？还有一个就是温度，15度以下哈，我不建议花友们去对花动什么手脚。动手动脚的不好啊，嗯，想吃不？老白，你看我月季肥大了吗？每周一次，每次用一种，这个有点缺水啊，宝贝儿，有点缺水，肥还凑合事哈，肥还凑合事，就是有点缺水了。你有的话说，老白，你不是说月季很耐旱吗？它那是地栽，你盆栽的时候就这么一小个盆，你看看都干透了，你还不舍得浇水，这种就缺水的发黄了，好吗？另外，肥料这个东西哈。你在植物长得很旺的时候，很哇塞的时候，你去给坚持给，可以适当多给一点。你看它长得不怎么哇塞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少给，尽量的或者说不给，对吧？你记住了哈，肥料这个东西呢是火上浇油，是属于那种，哎，怎么说呢，叫锦上添花，而不是说你雪中送炭的那种，明白吗？哎，扶强不扶弱啊，肥料这个东西是扶强不扶弱的，好吧？下个臭包，老花，救救我！广东绣球小苗上个月了都没长，哦呦呦呦。这个没事啊，叶片很厚重，大了还会焦边。这个呢，看的就是挺正常的呀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那边温度还是差点意思。真的，我就感觉你们那边温度差点。如果说正常来说啊，水量是不需要那么大的哈，宝贝儿，水量不需要那么大，就是你看它干了再浇，不干别老浇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时候就不要老是施肥，老是施肥。我觉得你这个叶片很厚重，肯定是天天用什么肥料，好吧？再有一个呢，就是空气湿度，你可以经常喷水啊。这个在广东你们那边可以经常喷水的。温度一般来说呢，在20度以上的时候，它会长得比较哇塞。你像我们外面都是慢慢的伸展，长得都比较好，不干我们是不浇水的。这个时期是不施什么肥料的，好吧？你可以保肥用，但是不要太强。别的没啥，慢慢来嘛，急啥呀？3个月了，我们那边那绣球动不动都4-5个月没动一下。干秃秃的像死了一样，那不也过来了吗？然后呢，适当的给一点点光照，就现在这种光照啊，不要太强，不要超过这种，就是人感觉稍微温温和和的就可以了，只要是人感觉热就避开遮阳，好吧？别的没啥，加油吧。下个作文，我家蓝雪花发了芽，为啥发黄了呀？为啥发黄？咱心里边没点数吗？缺光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缺肥呀，先给足光照。你像蓝雪花，咱随手顺一个过来，它是非常喜阳的，它晒不死，它不怕热，它怕的是什么呢？没光，怕的是冷，别的没啥啊，好吧？适当的给一些肥料，你像一般的奥绿一号啊，或者是你用一些个，比方说花乐多优质颗粒控制肥，或者说就是用一些底肥或者是粪肥，也比什么都不用强。一定要给足光照，一定要给足光照。下个臭宝，小叶栀子花从叶脉开始变黄，我连图片都不用看，叶脉发黄不是水大就是肥大。你像你这个。哎呀，偶尔黄个3个2个的，这属于很正常。有的话我不理解，为什么郁郁葱葱的一盆栀子花到了我们家，它就是不行。你要了解哈，栀子花这个呢，它很喜光，很喜水，很喜肥，它有先后顺序的。如果说光照不够，你就得控制浇水和控制施肥了。如果说你光照够了，就是广东啊，就特别热的地方，不怕热，不怕晒，你水只要是跟上，肥只要跟上，长得特别凶。那么反之呢，在家里边。哎呀，光照很一般，它能不掉叶子吗？它自己就觉得，哎呀，没什么光照，我长那么多叶子干什么？你老板给你一个月发1500，让你996，你干不干？干个啥？我才不干呢！我一天给你干2小时，够给你面了。植物不也一个道理吗？对吧？给足光照啊，宝贝儿，栀子花给足光照，不要给它缺了水，不要缺了光，不要缺了水，不要缺了肥，没啥事了，基本上没什么事，妥妥的啊。日常的时候你再接点雨水，这玩意儿长老凶了，嗯。下个臭宝，绣球花叶子上这些褐色的斑怎么回事？缺光、水大、通风差。一般我就是好事这么说啊。其实这个东西呢，
它是一些个病菌类的，病菌类的。有的花友不理解，一般呢就是你正常来说呢，咱们是先前一段时间，就是很早一段时间之前，在它打开之前的时候，就是还是那种小骨朵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呢，它就已经得了一些病害了。长大了一点点的时候呢，它就开始显现出来了病症了，明白了吧？所以说呢，好多的花友在养花的时候跟我们还不一样，我们大棚里面呢会定期的去进行一些杀菌的，你比方说一个季度一次，或者说是两个月一次那种，会定期的去杀菌，而不会说是。蓝不唧唧的那种，上来也不管，那也不行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叶片有点薄而脆，就是有点缺肥的一个体现。有的话说，我施了肥了。如果说您施了肥了，那肯定是没用一些氮肥。像这种时期，你可以用一些粪肥啊，你比方说发酵的羊粪，是吧？当然了，如果说你用的营养土，你就不要用粪肥了，可以用一些花多多一号、十号这种无机肥，好吗？结合着来，该杀菌的杀菌，好吗？如果说你看，如果说就只有这一两个头看得不顺眼，就掐掉吧，让它重新长，行吗，宝？也不影响什么，这长出来就行了呗，嘿，小事。好了，希望这花友们养花的时候不要大丈夫啊，不拘小节。有的话说我大小女子，小女子更得心胸开阔啊。我老花一养花就能白了。